不用烤箱的冻酸奶芝士蛋糕，你喜欢吗？酥性饼干放入保鲜袋压碎，把融化的黄油和饼干碎混合，倒入八寸模具压实，放入冰箱冷藏备用。吉利丁片泡凉水软化备用。这是上期视频咱们做的奶油奶酪，加入细砂糖，搅打至光滑细腻的状态，加入稠酸奶搅拌均匀。锅中倒入牛奶、淡奶油，还有两个蛋黄，加热一下。放入软化的吉利丁片，搅拌融化，分三次倒入奶酪糊中拌匀。最后将混合液全部倒入模具中，轻震几下震出气泡，放入冰箱冷藏四小时以上。脱模的时候用吹风机吹一下，可以再放一些水果装饰，撒一层糖粉，酸甜的浓浓奶香，口感爽滑 Q 弹。你学会了吗？快做给你家的小可爱吧。